喂 ，Yep， 李唐姐生了个小孩 ，Wow，Congrats， 你奶奶留了一个录音给你，她有些话想要跟你说 ，But I can't understand Cantonese， 你听不懂吗？听不懂也没关系，你先听一下吧 ，Yeah，Yeah，Whatever， 喂喂，嘉伟啊。是妈妈听不听到啊是啊诶话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家伟家姐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啊哇如果你第日回来见到她一定是很开心。还有啊你以后要多点打电话回来跟啊爷爷啊妈妈伯父家姐啊姑丈啊各个人通下电话问候下睇大家了解到情况唔使心挂挂成日挂住啊你啊做得唔得啊好唔好啊生活啊咁多啲打电话返嚟好啊吓。你细个嘅时候啊家伟喺屋企好少好少机会讲广州话广东话咁所以你呢就喺出面呢能不能够多学啲广东话，又学一啲普通话，系嘛？咁啊，多学一啲翻嚟就有好处噶。阿嫲嫲多讲咗几句啊，仲有好多嘢好想讲，好想讲俾你听啲情况，吓，第日先讲啦，而家好夜噶啦，吓，好啊，你早唞啦，嫲嫲祝你一切顺利，好，拜拜。